你这把鞋冲啥？你现在会来会来走位？而且你家带问题，不该问我。你的老公啥你不爱？我不是，我不是。啊！你敢知呀？你的老公跟我讲。伊讲我扔掉掉的鞋子，伊感觉就快了。伊个讲，伊个尴尬是意大利上来的。为什么？你到底是安怎行做伙？安尼，你着坦白甲伊讲啊。因为我们都会用专为亚洲同志设计的交友软体 Broody， 现在新注册会员还享有免费会员体验哦。我不爱，你这个动心了。